哇，他好帅啊！我吗？德斯汀好帅啊！对，我也觉得好棒哦。我想真的，所有人看见我的第一印象都是这个感觉。哇塞，真的，这不是我吹。当时我跟任何一个人见面都说哇，你比我想象中帅一万倍，都是那种真的。我没有张信特偶像包袱重的，你看这眼睛是什么？镜片子。我一直以为他有近视眼或者什么呀。我今天是为了蛋哥。我今天就是为了蛋哥啊！不对吧？蛋哥有眼镜啊！我平常看你的时候，你好像也是戴着眼镜的。然后我今天就越看越不对劲，我说怎么回事？然后我就很想戳一下，我也觉得不太礼貌，但是我还是很想就捏一下。我说空的，空的。我今天连妆都没化，你居然戴了个眼镜。你今天没化妆，我今天把板吃了。那又说，有没有涂隔离吧？没有。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今天把板吃了。你摸，把那个卸妆水过来。哎，好了，可以了。